福州县模仿达人梅东升对决街头饶舌艺人哈士奇。每一个筹码都是10000块，要小心谨慎。现在梅东升按了攻击键了，哈士奇5秒钟。万一你选错的话，你就出局了。没到最后一刻，永远无法断定谁是赢家。顶尖对决 ，Winner。